动手了，一动手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们也是气急了才动的手。你看吴姐多可怜，吴姐也真是的，她男人那么欺负她，她还护着。你们不听我的，坏了事还怪别人。是殷红先生教我们妇女平等的，要坏事也是他坏的事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让大家晓得了，还不要笑死？你们几个大男人，以后谁敢娶啊？ 苏盼妹妹，子欣姐，芷桦，若贤，苏盼，哟，苏盼妹妹，你穿这身衣服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我这样穿好看吗？好看。子欣姐，我听志锦讲。 你们成立了木渎女子公益团，今天还组织活动了呢。还不是易红先生的意思，我们懂什么呀？苏盼姐姐刚才跟我讲，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，你讲吧。美国旧金山要举办一次万国博览会。苏盼姐姐。 什么是万国博览会啊？万国博览会，这个万国博览会啊，就是天南地北啊，很多不同地方的人拿着自己国家的宝贝啊去给人看，啊，有珠宝啊，烟草啊，钟表啊，还有酒。哎，那不就是木渎镇的赶集吗？我们这里七天一个集，还用跑那么远？ 哎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差不多啊。不过你说那个集啊是小集啊，只有木渎才知道的。我说的这可是个大集啊，是全世界人都在赶的，而且好几年才赶一回的。所以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把我们木渎镇的两样宝贝带到这个大集上去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什么宝贝？这第一样宝贝，就是子欣姐姐的碧螺春茶。 那第二样呢？就是你和织锦的绣画呀。好，那我们就赶这个大集。
无论是子欣姐姐，还是若贤姐姐，还有各位姐姐，秀出来，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好。都安静一下，听我讲几句。你先坐下。依我看啊，倒不如秀《锦绣江南图》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们看啊，我们目睹湖光山色、水乡人家、亭台阁楼的，哎，多美啊！如果能把这么美的景色绣成绣品，拿出去给全世界人民都看，这该多好啊！是吧？是呀，是什么事？绣得出来吗？只要姐姐画得出，我就绣得出。那你画得出来吗？我们平时的画稿多半是花鸟鱼虫，这么大的山水景物的确是蛮少见的。是呀，在下不才，对于山水还略懂一点点。你们先吃啊，我这就去画。哎，一个破门呢，就夫唱妇随了。到时候呀，也不要管什么万国博览会了，索性做了夫妻俩的大背面子。烦了，真烦了！吴大人，吴大人，就是那个什么民政委员赵一红，哎，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啊，他还不识抬举。你说要这事儿摆在老佛爷当朝的时候，绣龙袍啊，这种肥差给谁，谁都得跪着接呀！啊，这傻小子他还不买账呢！啊，干爹息怒，干爹息怒。怎么回事？禀报县太爷大人，曹公公看中的那个会绣龙袍的绣娘，正巧是赵委员，叫该死。那个叫织锦的绣娘，偏偏是赵一红未过门的媳妇儿。我们去接人，赵一红他讲，他不希望再听到绣龙袍这种荒唐可耻的事儿。呸！这黄毛小子啊，他真是活腻了他。哼，这个赵一红真是不想活了。哼，哎呦，吴大人，赵一红可得活着。像他媳妇那样的绣娘，在先前我干爹掌管的织造局里，那也是出类拔萃的呀。你要是把他男人杀了，他必然也不绣了。再找个像他这样的绣娘，那可不易呀。再说袁大总统就要登基了，绣龙袍万万耽误不得。他说的对呀，啊，这赵玉红啊固然可恶，可是万万杀不得。绣龙袍这种事儿多么庄严，多么吉祥啊，沾不得一点血腥气。二位公公，龙袍是否绣得成归你们管，赵玉红冥顽不化攻击袁大总统，归本官处置。传我的令，捉拿乱党赵一红。是。请喝点水吧。哎，姐姐，你帮我披绒吧。
我听苏盼姑娘讲啊，这个万国博览会啊，还有两个月就开始了。你说你们这一针一线的绣，能赶上吗？哎，水珠他们也不出来帮个忙。眼下他们还帮不上忙。这就好像一棵树，先有了树干、树枝，再加上叶子。加叶子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上手了。看来我只能等着果子成熟的时候再上手。我就是不会绣，要不然我就帮你。好了好了。你在这讲东讲西的，人家怎么绣嘛？你快回屋睡觉吧。我不困，我一会儿还要跟你们去买宵夜呢。醒醒，水生，借我一些钱，我去夜市买点点心吃，紧熬夜我怕他晚上饿。我去好了。不用你去的，等你将来有媳妇啊，你去给你媳妇买啊。哦。就这些啊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个生字啊是这么写的，你晓得了吧？我会写啊。你会写你还画圈圈？哎呦，先生，你知道珠子怎么写吗？哪个珠啊？水珠的珠啊。啊，水珠的珠。水生，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字啊？易红先生，你觉得水珠怎么样？你喜欢人家？我想让他给我做双鞋啊，不晓得他给不给我做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喜欢人家，就大胆的跟人家讲，啊，就叫他做，他不做也得做的。你想到了吧？啊，想到了。那我去了啊，给我留着门啊。啊，好。你们俩跟着我干什么？我们在茶馆等您一天了，有事啊？吴大人让我们请您，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，他凭什么请我？我不去。一红先生，吴大人叫我们来抓你，谁让你不让织锦姑娘绣龙袍啊？你说我们抓你吧，我们于心不忍；不抓你吧，我们无法交差。一红先生，这事怎么办？我们听你的。啊，我跟你们去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无良臣到底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志锦，你听话，你这样子，一红先生会怎么想？咱们回去再想想办法。志锦，听姐姐的话，我们回去吧。不，我要去看一红。我就是绣了龙袍，能怎么样？难道他非要把命都搭上吗？
这是什么世道啊，动不动就抓人杀人，革命就是要革命。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思远当初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了。哎，知己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哥，易红先生怎么样了？紫晴姑娘，劝劝知锦小姐吧，快些把绣龙盘的差事应下来，要不然易红先生……哎，易红先生这么好的人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弟兄这……我绣，太好了，易红先生，有救了。知锦姑娘，我们现在就带你去见吴大人，你可要讲清楚。对，绣，一定要绣。来，知锦。我也去。易红先生，知锦他们来看你了。易红。你先喝点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回去吧，我不饿。若求儿，带着知锦回去吧。若求，我的话你没有听见吗？知锦姑娘，人也见了，你们还是先回吧。易红，你先委屈两天，我过两天就来接你。回来。答应他们绣龙袍了。傻丫头，你真糊涂啊。易红先生，你是真糊涂啊，活着不比什么都好啊。我们明天就去绣，早一天绣完你就少挨一天打。那你就不怕被他们再上大刑？是该的帮凶。
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生不如死的。你晓得吗？违抗本官，就是违抗袁大总统，就是违抗皇上。本官要上奏，不杀赵一红，天理难容。头儿，我们俩一直盯着那两个太监，他们俩一大早就进了老爷的制造厂，这阵子正在石家饭馆呢。干爹，咱已经看了十几个绣工了，这都看不上眼。要我说，这龙袍不绣也罢。哟，咱卷了银票远走高飞吧。你要再说这种话，我就杀了你。绣龙袍，那是多庄严，多吉祥的事儿啊！啊！干爹，我是说这八肺汤那么好喝，您到时候进了宫见着袁大总统，一定把这石家饭庄的厨子招进宫去。这御膳房应该添这道菜。就知道吃。那五百两银子，除了备工备料、吃吃喝喝之外，还剩多少？哎，这不是还没开工呢吗？哎，大头啊，还没动呢。那就好。我听说，这龙袍绣不成了。啊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五百两银子，除了有我爹的，还有其他乡绅的，对不对？这龙袍现在又绣不成了，你们二位身上还拿那么多银子，就不怕被贼人给盯上了？我们会好好的保存的。这样吧，你们先把银子放到我这儿帮你们保管着，等二位公公需要用的时候，随时到我这儿来取。那我们怎么向吴大人交代呢？好交代啊！您就讲，这银子是戴县长派人给劫了。这我明白了，我们懂。各位，袁大总统将要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，上峰有令，我们木渎也要举行国民代表的选举。吴大人，怎么了？绣龙袍的银票让歹人给劫了。歹人？啊，哪里来的歹人啊？这黑灯瞎火的，我跟干爹也没看见，反正是十几个蒙面大汉，打头人说了，说是民国政府的。
戴县长派他们来的。啊，戴县长。曹公公，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？我要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啊！啊，给袁大总统绣龙袍，那是儿戏吗？我看曹大鹏在耍滑头，他打着绣龙袍的旗号来为我们要银子，他现在又讲是戴县长派人把银子劫了。哎呦，战事这么激烈，戴县长早跑了。那个赵委员还在大牢里关着呢，这怎么会是革命党劫的吗？老爷，说，您快到庭院里看看少爷吧。长，哎，老子瞄的是你吗？站起来！你怎么不死啊？爹，哪儿来的枪？买的。哪儿来的钱？咱家的。我没给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把你给那两个狗太监的钱给要回来了。那我的一百两呢？在这儿呢。啊？管家，哎，去取一百两银子。陈老板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不晓得啊。佳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送去的银子是保命钱。雾都镇，谁不知道咱们的制造厂是和国民政府合伙干的？那个吴良臣随时能抓住我把柄，让我倾家荡产。哎呀，爹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后果我都想清楚了。这吴良臣一定会认为是戴县长带着人把银子给劫了。你自作聪明，鼠目寸光啊你！我这不叫鼠目寸光，我这叫眼睛里揉不得沙子。我就是讨厌那两个狗太监。你给我滚！爹，你知道哪里能买到子弹吗？赵一红，我希望你认清局势，改过自新。袁大总统是人心所向，国民代表大会就要在北京召开，你们民国政府已经是昨日黄花，以你的罪行，死有余辜。本官给你最后的机会，如果你幡然悔悟，本官既往不咎。
子欣姐，志锦啊，这么晚了，你先休息吧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都不困，马上就绣好了。我看看。哎，你们都没睡呢。哎。天哪，好漂亮啊！芝锦，你真了不起。苏盼，哎，苏盼姐姐，这是吴姐亲手织的，让我转交给你。呀，真漂亮！这把扇子也是我亲手做的。谢谢，这点小礼物你也带着吧。苏盼小姐，这些枣儿带路上吃。可惜我做的沙灯不好带，下次再送你吧。嗯，这个你也带在路上吃吧。苏盼姐，我那儿还有太湖的白鱼呢，可惜路途那么远，带不了。给你留着，下次回来吃。对对，看我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的。明天一早，苏盼要赶路，你能让他早点休息吧？嗯，好，咱俩休息。哎，再见，苏盼小姐，回去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哎，佩珠，我送你回去。苏盼姐姐，苏盼姐姐，苏盼姐姐，这是我刚杀的鸡，你也带走吧。杀赵一红，以正视。
先生在戏台子。啊！给我上！水上，水上，快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快扶上，扶上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。好。谁干的？哎哎，快松绑！我扶住了，扶住了。当心点，慢点。当心点，当心点，慢一点，来来来，慢慢一点，慢点慢点。你好，先生，慢点慢点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先给他们两个背回去。啊。对对对，别在这躺着，快快，水生，水生，哎哎哎，来了，快，来来来来来，扶起来，当心点啊，慢点，走吧，哎，当心，快，自己人，哎，站住，站住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哎，长官，你是哪部分的呀？啊，哎，他。他可是革命党，我把你绑起来，你他妈也是革命党。上峰有令，上峰，老子就是上峰，把他们枪放下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别动。两昆仑，大志啊，你说你天天在前线打仗，还是一点伤也没有啊？没有，运气真好。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啊，身边死了不少兄弟，我运气的确好。大志啊，你不要嫌我唠叨啊，你怎么还当北洋军啊？一红先生，革命的道理你比谁懂得都多，可你还不是差一点被别人砍了头吗？还不是我这个北洋军救了你吗？使点劲。是。这个年头，谁的枪多人多，道理他就是谁的。一红先生，还有一个道理是真的。你说，能娶媳妇赶紧娶媳妇。谁也不晓得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是太寂寞，我寻遍千里也没结果，前途愈发难测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不顾天边已是秋末，都苍老了那么多。我未曾疲惫过，我记得曾经穿堂过，望眼花瓣随风飞落，随风